谢谢看到自勋。你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呀，不要把这个直播全屏，会有一个这个免费送办卡的一个礼那个活动啊，记得把那办卡领了。中午会有办卡抽奖。你樱桃的键盘鼠标套装，你可以多整几个，让你的朋友全部都过来办个卡。免费领一手。在哪儿？网页端暂时我没找着地方，但是手机端是有的。你只要不点全屏，然后会有一个活动，分享直播间。快打呀，我征服者可满了啊，这人干哈呀，怎么气冲冲的呢？来人了，赶紧去查个眼。确实是来人了，的确是来人了，这搁右边的不走了是吧，我回家了。可太难了。打着落手啊，如果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出把多兰剑。好装啊，我好像也不太允许你这么装啊兄弟啊。就即使稻草人不来你也打不过我呀。行吧，回家了。这把我们直接出个三速嗨啊，不要布甲嗨了，三速嗨。他们家控制削费是有点多，然后减速技能应该也会很多，我们直接来个三速嗨，减他们家减速。
一段扣，二段扣 A 一下。 我其实我不太知道到底能不能打得过他刚才这波，我挺长时间没跟拿着银马跟落手对线了。这人可以啊。 跑下路去了，确实还是有一手。他跑下去的，我没办法。他那么乐意跑，你就让他跑呗。 三速还，其实我有点上当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慢点上好了。那稻草人没来，他给我发信号，给了我勇气，然后我就感觉我这波直接跟他干，应该没啥太大问题，上当了。 谢谢何必骗我！哎呦，这小兵补的呀，厉害呀！ 打不死，嗯，还可以，这个大。 太操了，嗯，怎么这人没走啊？我搁塔下踢，让他给我拉过去了，有点烦。
谢谢拉风男人帮主，感谢孤独小北的飞机儿。还杀我如杀鸡人，菜狗！你说这落手要是你玩的吧，也就算了。你说人家玩的，你有什么好装逼的呢？整的像是你玩的似的。跟你有啥关系呀？吃两口屎啊！我估计这蟹他应该能拿得到。你给我出来，漂亮，狐狸是不来了，把塔拆了，来，不是吧，这刀锋就这么点血还这么猖狂啊，你这好像不能太猖狂了，兄弟，三项了，来来来，把这塔守一守。这回回家吧，三项了。哎，我一下多了好多钱哦！我出门的时候我还没有多少钱呢。一下多了我1000多，掐一个死甲虫，等个大啊，有大他其实是打不过我的。往中路支援一波，这波，但好像不行。对面人有点多，不行。那稻草人没有大，对面的人还这么多，打不过。哦、你自己去中路，我操！这波不葫芦玩啊！我他妈的！
哈拉克斯好了，哎呀，这狐狸怎么有大呢？小龙，谁打？他们家少个人。小龙，脸探草丛，哎，行。把狐狸杀了，好狐狸。太重，他双招。不死肯定是不行的。我回家。马上到，这把第二件装备得出血手，要不然容易被秒，必须得出血手，然后多补点魔抗，死亡之舞后边再出吧，等我出完振奋的我再把死亡之舞出了，或者我们直接正义荣耀也可以。小龙埋伏一波啊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这刀锋好脆呀，这刀锋破败加死亡之舞，黑切都不要啊。秒了，死了吧 ，nice 大龙嘞，投降了，
下一把啊，差一盘啊、哦。